喂，喂，喂，喂！各位村民请注意，各位村民请注意，武汉发出一个紧急通知，武汉发出一个紧急通知，啊，武汉发生的三型肺炎一例严重，啊，当根政府啊，当根政府啊，已经很重视。啊，要这个某旁啊，是全年吧？一个某旁啊，是南全南的啊。看 K C 的时候啊，梦到金枪的，礼物多得个，这里边差不多去了。你该买负责的，哎，刚才跟你给俺的约束个呢，查楼开个那地方个呢，要来那个陪过年的那个某旁嘞。所以大哥一定要注意，千万要过来啊！尽量少跟外行人接触，特别是从五二八、五号下面过的呢，包括这点，要跟穿了尾巴啊，要做好皮啊。希望大哥跟村里的那边啊，听到一个通知之后，不能出门，尽量不能出门，不能拜年，不能给伢的砸麻将，特别是常回血的呢啊。老天年轻那个劝啊啊，半年都会啊，过年有发平安一个啊，写字发的啊，到微信红包有发发言，哎，给电话了，视频了，大哥，好好谈一天啊啊，通话这个地方页面尽量避免。蒋慧轩呢，特别是蒋慧轩呢，我最强调也。老天处理年轻人的劝啊，老天人劝不老天人骗啊，不能毛皮讨厌，因为你现在啊抵抗力特别个差啊，特别容易全年的，还你说各类人全年的就容易当阿高人大爷，阿高人大爷就容易当金刚教出大爷，金刚教出大爷还是金刚穿啊，新级别金刚社会就失控了，失控啊！所以当地政府啊很重视啊，包括我去村公婆每案呢，通通给他排查，特别是武汉贵个，一个是那绝统抢包，绝统那的啊一个村委会里抢包，然后呢是进行要通一夜观察啊，可有一个啊要同时间。尽量不能给俺村里个交警，啊，这里要街上发生接触啊，也我啊，尽量不能给同俺不能给接触俺。现在老出门，过来戴口罩啊，吸血吧，看你想吧。我最后总结呀，啊，新型肺炎很困难，你哪能够难全难？天不给有小地呢，楼上空气好，忙他了。当跟政府很重视，做好隔离跟防护。一个半年地方你没见，中学学位你懂不得？等到某旁空气去，到过这里学一下。啊，到过过了啊。